各位嘉宾，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晚上好。在这里呢，我要感谢各位光临苏氏丽人20周年庆典。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苏氏丽人集团的代言人，著名女星韩若曦小姐，感谢你的到来。接下来有请苏氏丽人集团的董事长，也是我的丈夫苏宏远先生上台讲话。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苏氏丽人20周年了，能走到今天离不开各位的支持，更离不开女同胞们的支持。女同胞们，把你们美丽的胸交给了我啊，这是对我和苏氏莫大的信任。秉着这份信任，我们苏氏丽人今后将继续用最好、最柔软、最舒适的材料，做出世界一流的内衣，去献给每一位。有些紧张。女同胞们，啊！好的，谢谢我的先生。放心吧。接下来有请苏氏丽人的长女苏简安和她的爱人陆博言为我们大家献上热烈的开场舞。